车，满载一路风景，向着目标前进。浮云蔽日的黑暗，用我们所有力气所有勇气一起驱散。成长的路上，汗水灌溉着土壤，再大的风霜，再高的风浪，吹不散我心中的光。灿烂的远方，照亮着大大的梦想，燃烧的能量，坚定的方向，高举着我的希望，我的故事，我的信仰，勇往直前，享受奋斗的时光。开端，我们是巨神战机队，我们正在驾驶着战机王与蛮兽战斗。你问我们是怎么成为战卫的？这得从不久前开始讲起了。电灯泡，我是巨神守卫者，你们这些叛徒，这次居然想对地球的盘古之力动手吗？地球的盘古之力这么多，不吸收了多浪费呀！而且我奉劝你一句，不想消失的话，就别来妨碍我。该消失的是你们。真是傻，只会硬闯。哇，这列车感觉不简单啊。嘿嘿，那是当然，这可是最新研发的 M017 号磁悬浮超高速列车，兼具美感与空气动力学的造型设计。当然不能忽略同期研发的最新观光列车 T554。车顶的全玻璃设计让你更好地浏览车外的美景。你知道为他们提供动力的是什么吗？那就是90%纯度的盘古之力晶石。
为他们提供强劲的动力。嘿嘿嘿，盘古之力晶石。这新能源就是厉害。哎，这你都不知道？司徒风，话说你怎么跑进来的？韩世杰，我是学校派来的工作人员啊。你的名字叫韩世杰吗？阿杰，你的鞋子脏了。啊，哪里脏了？嘿嘿，就知道你有洁癖。给我站住，把证件还给我。别那么小气嘛，借我用两天。耶，这里有盘古之力的波动。喂，走路不长眼睛啊！哼。盘古之力。怎么回事？大哥哥，什么声音？天花板塌了，快跑啊！我们快去救人！交通枢纽中心突发意外，请附近的医疗列车和抢险列车迅速前往救援。医疗列车驾驶员，统统收到。哟，彤彤妹子。抢险队田泽，先走一步啦。没事吧？快，快看那个！那个！哇，好帅的巨人呐！快从后门出去。能站起来吗？快跑，快跑，这边也被堵住了，怎么办？这下糟了，阿杰，你想个办法带大家逃出去啊。话是这么说，但这种情况站台啊，有了，让大家都到站台去，我们开列车出去。好办法，大家快到站台去，我们用列车逃出去。可是我们也没人懂操纵列车啊。是啊，交给我们吧，我们是列车学院的学生。得救了，大家快去站台吧。快跑啊，这边，这边。谢谢，快到站台上去。阿峰，大家差不多都登上列车了。姐姐，巨人，没
吧，我们快去启动列车吧。嗯，你们这些叛徒居然还敢回来，撑住老朋友，我这就来帮你。这里危险了，老爷爷，快逃吧。等等，快放开我，我要去帮他。哎呀，快让我下车，快开门，快开门呐。列车启动，出发。太棒了，阿杰，我们逃出来了。啊，轨道断了，快停下来。神小知识，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高铁的车头和车尾都是一样的呢？因为高铁需要在两个站点之间往返，所以使用的是双向车头，两头都有驾驶舱。到达终点站之后，驾驶员只需要更换驾驶室，就可以将车尾变成车头往回行驶了。今天就先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